敬腾一站上舞台，立刻展现精湛歌声，引起台下高分贝欢呼，现场更加码自弹自唱。抒情歌曲更有摇滚演唱，十足的节奏感让民众享受音乐旋律跳动。亚洲摇滚天团狮子合唱团三号晚间受邀参加建中校庆，萧敬腾一连唱了三首歌，现场嗨翻天。这次回到校园，他还特地带着小假单。我从去年请病假开始，到我生病好嘛，然后我就一直很保护自己，到现在，就是为了今天。萧敬腾去年因为流感无法出席建中校庆演出，为了不再缺席，他特别注意身体，顾好嗓子，就是要带给学生最好的歌声与表演。记者邱小倩台北报道。